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1年1月22号。那个站，还有追分，追分站3:03，八九四，523次哦，他要宣开，他要进站了，宣开。二五三四次交汇，2534次就好炫，开往新竹。的因为521圈的本密车门，以及这台是2523次进入后线，这种彰化新竹也是进入发车，然后先用彰化的，用534圈了。我小妹跟妈在里面，都对我们打电话，我的2534。就海鲜开哦，江化等于534圈，九燕521圈的2534，要把一台追分站使用。在大肚，大刀，大肚，就这一块，他们做什么被削到是不是？拿眼，对，态度，哇，叫态度，追分拜拜喽。海鲜五宝吧，还是鸡宝之一的。我小朋友嘛，咱们都在点不到鸡宝，刚刚只在讲拜拜。刚刚只在讲拜拜，这边拿来讲。